今天拉平地上赛事就是一个龙争虎斗相当激烈，由我们的阳明山小霸王对阳明山小霸王，到底谁可以成为真正的天母阳明山小霸王呢？ Judge, are you ready? One, two, three! 恭喜我们的徐浩，谢谢我们的王毅啊！